一百块，五百块，六百块，七百块，八百块，九百块，十百块，一万块啦。这么就行你嘞？啊，一份500块，然后加油，提前几块，我搁提前买一百块来，三百来，四百来，什么只来，五百来，六只啦，七只后二啦，五百对啊，来较紧啦。 各位人想要吃行业无？这一尾来，两尾来，三尾来，四尾来，五尾来，六尾来，七尾来，五百块对吧？五百块。真的。几多人？哦。各位人要无？二三四五六七，够五百，还有四五，多一箱啊。好，那走，那走，那走。好，来。各位人要无？行业。拢凊彩啊呢，无还好，无还好啦，扛会了啊。来，我们要点菜，无我问一下。 我们点菜吧，问一下。来，宝贝，叫你过来。谢谢。来，水上面看到。来，水上面看到。来，宝贝，来，也许我看到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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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水个，即个鲨鱼，你听我讲哦，大块足水个哦。来，清蒸鳕鱼、豆酥鳕鱼吼，比目鱼啊足赞个。而且我看人上一碟，我讲也无好笑，一碟拢收150块，大块个哦。这四碟啊，我人一袋200块，有人想要食看卖啊，500块就好啊。如果有人想要食看卖无？这条我搁请你来，我想要叫我来无地啦，500块就好啊。屏幕有人想要吃，我放麦好吧。来，大哥右边。我放麦，这我放麦好吧。来，这我准备十多年啦，我跟你讲啊，谁要啦？这皇冠的右边，不是看我前面右边好不好？看你像，对吧？来，我大哥。这我放麦好吧。来，可以来，你等到去看。来。这个大姐的。来，大姐。个人要来无？所以个人要吃无？500块，500块。500块鳕鱼还有人吃吗？500。500块，个人要买无？拢有啊。我也是黑林买800块吧。啊？黑林啊。哦。来，我跟你讲吼，这即马当咧大出啦，啊，凊彩卖条就好啊。一般咧，行一个即马行一个，大概差100块啦，乌卖啦，爱食化青就好啊，一人摕一碗汤去。现讲沙沙的，烫烫的吼，明仔载还搁有变烦恼。这即马大出啦，来啦，这盘拢差不多2斤重啊啦。有人想要食，我行一个，往这个抬起来，往这称起来200块。有人想要食哦，100块就好啊，100块。好好好。我被后面落去推落去跳拢会上。还有万万，你袂写嘞？对啊，对啊。我袂想起来叫伊啦，遐优惠
然后我一锅喝啊。他就是要健康，他刚刚好没有的，还有我没有的。好给。哟。嘿嘿嘿。你大了没有？大了。一分偌济？啊？一分五百。一分五百。我就五百个咧，侬知影？我叫五百个。然后上吊养了，有啊吧？拢无，拢无，拢。就拢个好料，确定咯。来，这大料互恁看有诶哦。你好，市价来跟我讲350-400，只个咯，这要到2斤重啊，足水诶，要食起来啦。两个客人就好了，我付不掉啊，只要要5斤重诶，我卖卖啦，来500块就用500块。大哥，你要几分吗？来，500块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慢慢拿，慢慢拿，来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你们，大哥的吗？哎，对。大哥，500块。都有人要吃的无？黑林大粒的哦。我甲你挂，我甲无去。足水的哦，看哦。有人要吃无？500块。来，同款来，500块就好，500块。有人要吃黑鳞无？你来，好来。有人要黑鳞无？搁500就好啊。啊，你若要吃较大粒的，我嘛有较细粒的哦，小包装的，我甲卖袂掉，好不？再搁存只几包啦，卖伫底下，我甲卖袂掉。你的500还没收到，他要找你500。我还以为你要走了。来，这个比较小颗啊，这小包装的，这包装差不多我才500斤重尔。有人想要吃看卖啊无？有，搁有。来，这一包行情我来讲啊，正常人咧卖啦，安尼啦，两包啊，一包卖恁200块，两包带400，我存3个包尔。你若有后尾啊话，别讲卖恁200，一人卖一包等150就好。150。虾仁有没有想要吃的？存这3包尔。有人想要吃啊无？无人要来哦，我甲你讲啦，反正我存300卖电动啦，本钱啦，下下你提啦，130，我收起来好吧？有人要吃来130，下电话吃起来130，本钱卖袂掉对吧？较袂定期啊，有人要吃无？来130，小包装的，小家庭的，有人要吃无？来130，好，有人要来无？来130，剩下一包了啦，就那么定多的啦，今日佫做侪人来买来130。就是品牌的，保险无啊，标保险我拢交一年啦，无一个细包的啦。啥物啊？我若要吃130，无人来吼，我爱先扛下来。我一包，我一包。海鳌大只，水哦。哦，这今摆行情超痛的，500块。我袂好笑，妈，我今摆有人来，你若有人，我做甲袂笑的啦。是大个，唔呾行情，做做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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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贵。哟，你即摆一本讲起来，我顶要到400块，一本我几斤啊呢？乖，要一块好无？啊？你真正无差，我提这较水来啊，较水来啊。有人想要食看卖无？这卖讲啥着啊？一本人值400块啦，一堆啦。有人想要食无？1000块。一只200几块，现熬的海鳌，足大尾。我真正袂晓俗的啊，身材低俗的啦，有无？这真正足俗的啦，足水的啦。搁一个我收起来啊，800。我食好食的，来。来，800哦。来啊、哦。好人要吃无？来800块最好了。拢有来。拢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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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有。你真正知影行情的，我咧乌白白。啊，一个要较细尾，饲的较细只，较细尾饲的来好。我先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，好。宝贝，差多一点了。9:30。啊？9:30。那个小小的。9:30。快了11点。啊？你说你问几点吗？我以为11点了。没有。阿妹啊。阿妹，阿妹，等一下哦。小姐，等我几分钟好吗？一分钟，因为这样先点的，所以我先卖。好啊，有卖无卖拢袂要紧，有卖无卖拢袂要紧。来，这个是养殖的，比较小只哦。但是我跟你讲啦，那像这班的，我讲这班行情嘛，一只斤炒200块，不要怀疑。现在鱼超级贵的，
大哥买500好不好？来，这四只，这五只，这六只，这七只，这大母大细买啦，反正我照价就对啦。这八只，这九只来，这十只给你啦，500。来，安落去啦。个人要吃五碗的无？两尾来，三尾来啦，四尾来啦，五尾来啦，六尾来啦，七尾来啦。来八只，来九只，来十只。来，各500。五碗鱼，个人要吃无？500块。个人要吃五碗鱼的无？500块。500块，没有人要吃哈。你这堆500块，你再来再吃不清楚。我买比较紧的啦，我卖快一点的。这鱼要中心，大家拢做青的。我要是用照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讲，我做小面我无想，我咧做咩啦？我照放咧，我袂明白。阿来甲你讲，真的，有人想要吃无？这堆做出来500。有人来吼，有人来，我少少我摆一个来，嘿，等我一个吼来。好。好。来，鱿鱼花准备一下来。那你的后面。来，这是更纯吃的啦，个人想要吃的无？我卖的啦，我到台斤200块，只差不多2台斤啦。有人要吃的来，卖公开你400，有人买来无？来300块给我就好了，300块。这拢请来哦。吃拢上瘾啦。这拢送人啦，你不要收，不要收我啦，差不多啊啦，来啦，有人想要吃无？水的哦，这拢请来哦，有人要来无？来300块最好了，300块。哎，老板，你敢有迄鲑鱼？两片的，你有两片可以吗？冷冻的。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有啦。我先买散的遐。想不吃？想点菜？小姐，你点的嘛？你一定要买得到哦，不然我会被骂哦。那弄三百，200块了。好，来。点菜的两家。来，来，叫顾家上场，让顾家上场，让上场，上场。来来来，上场，上场，上场。谁呀？老弟呀！来，还有谁呀？200块呀？哎，你可以拿鲑鱼给我吗？你要吗？我的三。喂，两片的。鱿鱼花呢？鱿鱼花来啊！在你的后面呢、啊。谁要两片的？我的，我的，中间，两片多少？300。两片300。对，啊，你那边可不可以500来？300，4块5块，500。可以，这样子一份500块，行不行？来，做什么吃啦？鲑鱼，我来，这个我。好好，我知道，还有，不用紧张，弄出来。哎，我包包好了。好，来，一包。我不要中的哦，哈。这种全部中铺啦，这无头尾啦。好，这种全部中铺尔啦。来，500的，谁的？我的。来，够什么来？500来。500，你想加嘛？500嘞。过来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来，过来，要吃鲑鱼的无？500，大片，漂亮的来。阿伯，几分钟？来，那个小姐。来，过来，要吃鲑鱼来。好。来，这有二斤啊！来，这有二斤啊！这个多少啊？来，400啊！没有啦，没有啊！啊，200块而已啊，200来。啊，这不摸完哦，又够俗的呢。这真正无俗的啊，迄乌白白啊，个人要吃无？是更等于炒菜嘛，无比你较贵啊，也无啊。300哈。个人想要吃无？是更。这半存这半年没有了哦，三二十要是200块。
蛤蜊花，那蛋。蛤蜊花来。有。要的啊。来，谁要吃的？这盘炒两斤重啊，行情即卖一台斤百五啦，两斤带三百啦，两百。来，一条我来。做啥物啊？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来，个人买啊，无来，赶快两百块。个人买啊，无来，两百块。这我来讲哦，可以冷冻。你问这个包，你也没找我。分成小包装，冷冻起来就好了，慢慢吃。来，两百块，还有谁要？给我下面条鱿鱼回来，两百块。这我拢加卖尔啦。个人买啊，鱿鱼回来无？我讲问一句啦，啊无人，我今天搁继续讲换别行，来一百，比较少的来，啊就较细张的无？系啊，比较少啦。啊，一个小家庭我多啊，那吃不完的。来一百，来一百块来。啊，还要什么？谁要二仔？好。来，够什么吃来？一百块来，一百块。哎、啊，有人什么吃的龙虎石斑无？做水的哦。我要虾仁。要虾仁呀。一百块给我。啊！来，搁啥物食啦？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搁啥物食啦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拢有啊吼。还没剩到少。还没找钱呢、啊。来，先找一下钱。收一千呢、啊。好。好贵啊！你。好贵啊！有啊。贵啊！我干几两？没有啊。好。谢谢。哎，好贵啊！礼拜哦，真好听。红色是红色。哎呀，老板啊，这样子，你要几个？哎，八个这个，这个。哎，天几把呀？哦，今天我贵啊，黄金光的啦，是是啊，然后我讲大天的啦，你起码我讲一台金话讲八到十块，这一摆讲起130、140。有人想要吃五贵的无？来，我讲，这两尾我讲行情价崩起，我来讲开你300块，有人想要吃250就好啊，我讲你啊讲，你吃过啥？做大杯哦，来250了啊！我个粿要搞要粿，真正足好食，不会土味哦，好吃，来250。啊，搁咧串的，你免烦恼，啊，搁咧串的，啊，搁咧串的哦，嘿，电池还搁有电的，来，个人要食粿粿啊无？个人食粿粿啊无？你啊讲，哦，足大杯，惊倒人啊！来来来，好做。个人要食五谷鱼无？来250了，你啊讲，五谷鱼250，还有人要吗？五块啊，你啊五块来吼。啊？啊，你就不买多一点，就叫买，叫卖这个来，300块，300你卖不？200块，啊？300是不是500吗？我买一罐200吗？250，买5条。啊，这里不是5条，不然这里多少？这250。你五龟，恁家己干了，知影偌重啊，足大只个。我想要食五龟啊来。我想要食五龟啊来，你阿五条？250。鱼油啊，现捞啊，足水鱼啊，拢足赞个来。个人要食五龟鱼个无？拢有啊。我要虾仁。好，虾仁500块。那太多啊，再少一点。少一点300。好。这边鱼啊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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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鱼啊啊，你看那边我就是300块，你要不要？这里300块，200。啊？大哥，我先放在这里了，嘿，好，给他们考虑一下，我快没了。老板，你讲行鱼啊？啊，对啊。你讲行鱼啊？就是500块，不然不有你了。啊，吃烧羹啊，高丝麻够有嘞哦。好来。五谷鱼啊，单只250啊，足大尾的啊。太爽。我有人点菜，还无人买着无？来，
行里底五百块啦，正常价我无啊少，一尾一百块来，四尾来，五尾来，六尾来，七只后二啦，五百块。一分。来，个人要吃哦，来五尾来，三尾来，四尾来，五尾来，六只来，七只来，五百块。来，个人想要吃无？二三四五六，来七只来。来，做什么的黄鱼？鸡腿啊！赶快去吃，赶快去吃了。你来，你来讲鸡腿。鸡腿大鸡腿吗？没有吗？我所带剑的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忘记了。然后就算了，没有算了。够了，要吃黄鱼的无？有人来吼，我今天优惠了，拄仔是六只啊。那个飞机是鱿鱼花呀，鱿鱼花六只的，拄仔是六只啊呢。然后，你要鱿鱼花？嗯，鱿鱼花，鱿鱼花不刚卖过而已。是刚来的。刚来的呀。哎，来200块，五百块，来。好，咱要吃鱿鱼花的无？我再问一下。鱿鱼花剩吃的啦，卖完就无啊啦。还好，来吃不甲两百啦，想要吃百五了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我重到。哦。这我会挡一下。两百五，对吧？再不甲两百啦，啊，一百够收钱。好。花枝丸啊。花枝丸，我伫遮，我伫你遮等你哦。来。花枝丸刚刚去了啊。我到啊。嗯，准备了啊。来，拄仔讲听讲，人要食鲜捞鳍鱼的啥？啊，好，你讲啦，好。因为你先点，因为你先点菜，所以定啊先卖。我著甲你讲，拢照卖好啦。四百，我那边四百。来，我来讲这淡薄大细料，你都较大料的无？我对大料的先卖啦。哦，你这淡薄大细料啦。